40澳币，你看它是一个。
灯吗？关上吧。放放放，不然屏幕看不见。在录了吗？录。喂喂喂，大家都是到齐了吗 ？OK， 那我们就继续啊。可能就是上半部分架构的主要那个部分的话，可能讲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后面内容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因为一般就是一次沟通如果超过两小时的话，人会觉得很比较累，对吧？因为人接受知识的这个层面，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我们脑袋的话，就像我们的 CPU 一样，它有一个 buffer 的这么一个空间。你超过这个 buffer 空间的话，你再往里存的话，它可能就会不接受了。后面的话，大家就可以当做一般知识来了解了。就是一般我们会讲一些开源软件的一些选型啊，还有一些技巧性的这个东西的。可能就是现在的话，前面讲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空，比较忽悠，对吧？就是比较空泛这个内容。但是如果说有一天，就是说你就是你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确实是因为任何东西你在头脑中没有系统的架构的话，你就上去做的话，结果是什么？肯定是失败，对吧？你特别混乱。如果你前期说到说我大概脑袋里就像你要写一个文档，或者我要写一个程序上，我逻辑结构很清楚了，我需要哪些类，哪些方法，完成哪些操作，那这个时候你做下来就很快，而且事半功倍。好吧， OK， 我们继续。前面我们就是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网站架构的，就是说几个重点，包括什么？三大重点。首先是高可用性，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词，经常网上会大家会聊。高可用性的衡量指标是几个九，就是说你一年到头在线，就是你这个业务在线的时间大概是几个九，最牛的可以做到五个九，就是一年在线是99.999%，就基本上一年宕机时间可能是比如说几分钟、十分钟这种，对吧？但实际上现在还很少有公司做到，就是但是也有，有公司号称能做到，但是也有出故障的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三个九就很就99.9%这样的，就是也比较强，就是可能99%应该是宕机时间应该是半天吧，好像是大概这么一个具体数据可能不记得了，就是允许你的业务可以宕机。高可用就是用户，我刚才说到了，他随时能访问。如果他不能访问，用户只会觉得是他的网络有问题，而不是你的业务有问题，对吧？我们高可用性的三个很重要的要素，首先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面的，就是我们在一级 PV 里的一级 PV 里，就是说黄颜色的那个区域，这边选择监控检查数据代理，实际上是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层面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你能找到一个服务器它在哪，你能知道它活不活着，你能知道挑哪一台服务器好，你还要能让它适合你的这个数据格式来返回数据，对吧？它就要完成这么一个事情，能完成这么几个定位检查均衡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这个服务器你就知道它是不是活着了，对吧？就能让我们服务器不当掉，高可用性嘛，就是你的网站是随时可用的。第二个是关键服务的储备冗余，比如说我们外部服务器，你肯定不能只单台，你单台服务器，我这服务器一旁坏了怎么办？那你吭哧吭哧，你得打车去机房，什么九仙桥，什么国门机房，把那个服务器抱下来，把磁盘换上，那可能一天就过去了，对吧？你必须一定要有储备，你有两台机器来扛你这个东西。还有数据库也是，数据库必须要有储备，为什么？你防止要意外，这个数据库坏掉以后，你的数据还能恢复？我吃过这种亏啊。就服务器只有一台，坏掉以后磁盘坏掉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数据修复回来，修复不回来，因为数据库它有自己的一些存储格式，你跟稍微有些位置不一样，它就会直接失败，因为它如果有些比如说有些磁道损坏了，它读不到这个数据，它就没法进行自恢复，它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内容，对吧？所以 DB 一般我们会冷备热备，冷备的话就比如说每天半夜，对吧？就是看业务，有的可能直接把机器停掉，把数据拷走。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比如我有一台 master， 一台 slave， 我把 slave 停掉，把它数据直接拷走，比如 SCP 啊，远程拷走，或者说直接，扭一点的课程光盘啊，或者说直接远程我有一个定期的脚本啊，没事去把这个 MySQL 删档啊，然后再把这个数据拷到这个磁盘上啊，对吧？但是不影响我们主业务，为什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有一台单独的 slave 来干这个活。另外一种就是热备。设备的话，像我们 MySQL 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用 InnoDB 引擎的话，它是有一个热备工具的，但是要钱的，$300 一个 copy， 一般公司很少用，但是那个工具确实挺好。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通过 master slave 的形式来备份，对吧？就是我有个 master， 然后有个 slave， 那 slave 做我的这个热备，那这种热备的话，就是热备什么意思？就是在线的，两边都在工作，能把这个数据备份。热备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有误操作，你就死了。打个比方说，我有个黑客来了，这哥们二话不说直接上到我们的 master 上 delete 新 from， 对吧？所有的表，那你这个最后一句它就会同步到 slave 上去，那 slave 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没了？对吧？那就是热备的话是有风险性的，除非你能保证这个问题就是不会有影响，所以一般的方案是冷备热备一起。比如我冷备的话，我每天晚上凌晨2点备一份走，对吧？然后我白天继续也有slave来追数据，你最多丢失的数据就是一天的，对吧？就是当然看你的业务是可接受的，比如说我不是银行业务，我觉得这可以接受的啊，银行业务肯定也不会用我们这种开源软件了，能直接就是 Oracle Cbase DB2 这种，直接找专人找大型机来做，他肯定不会挂，对吧？第三个就是及时有效的监控和报警。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 CPU 不够了，内存不够了，磁盘可能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或者这个业务没法返回来，最简单我们监控，比如监控80端口阿帕奇他是不是挂了，我发一个包给他，我发一个 APP 协议他，他还没有响应就挂了，马上得发短信告诉你啊，发邮件告诉你啊，或者 IM 上，比如有人给 MSN 上发一个消息，你这个服务器挂了，你赶紧去看一下，对吧？你又不知道，一般是发短信啊。现在基本上公司发短信，因为手机是每个人必备的这么一个工具，他直接发一个短信告诉你哪个服务器、哪个 IP， 可能连接超时，访问不了，对吧？就是说一定要有监控，那么这时候你能迅速上去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哎，这个就正常。高可用性的几个重要的点，就是能负载，能健康检查心跳。然后能灾备，然后能及时有效的得到监控报警去处理故障，高可用性。第二个是高扩展性，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做一个架构，目标是扛10万用户，我觉得挺牛了，是吧？有10万用户来注册，好家伙，这一下来了200万，那怎么办？我觉得我这个架构完全扛不了啊，那我能不能通过最简单的方法，不是通过加两台机器啊，这个数据哎就能蹭蹭马上就能支撑这么高的这个业务啊，不用我去再重新把你的 PHP 代码写一遍，把数据库重新设计一遍，对吧？你完全可以省掉这些功夫。可扩展性你看有3点，首先数据库切片叫 sharding， 就是说我能把不同的这个数据放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一台数据库的容量是有限的，哪怕我们有 master slave 这种结构也没法解决master 数据超过了1亿这种问题，对吧？那么这时候如果把这1亿数据分在10台 DB 上呢，每台数据都不一样，每台分1000万，那就可能一台问题没有了，绰绰有余。所以我们就衍生出了切片，切片的话分为水平切分和垂直切分。水平切分是什么意思呢？水平切分就是说按我们的，我不管你这个数据是什么数据，全一刀切，你这是一个用户数据，你这是一个帖子或者说一个博客文数据，是吧？或者你这是一个什么评论数据，对吧？不管，全咔咔一针切。然后比如我们最简单的取模，对吧？可能大家一般上课的老师都会教取模是最简单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取模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没法扩容，对吧？我现在比如我模10了 OK， 10台机器咔咔我分10个表上去了，现在1000万，就是现在我用户又膨胀到了5000万啊，我膨胀到了2亿，对吧？我现在是没法做到，那我每个表就变成了2000万的这个数据了，对吧？那我2000万数据我查询起来就极其慢，以前可能只要是50毫秒，现在直接是要2秒，用户受不了，对吧？那怎么办？那我只能重新再用一个别的模的方式再把数据做一遍迁移，那你肯定得停业务，对吧？线上你得停掉，你怎么样做切换呢？这个策略就是很复杂的，实际上你在物理实施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垂直切分是什么东西呢？垂直切分就是按照我们的产品线，比如我们用户是一个库，帖子是一个库，对吧？有的地方比如按城市我再分一个库，对吧？我按这个东西分开了以后，那么你就是说你发不了帖子，但不会影响我用户不能登录，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混合的，就是我先垂直切分，把用户分，再把什么什么产品分，再把什么什么帖子或者说博客文章内容也分，就垂直分好以后，我再做水平切分，就我针对用户再分表，对吧？就这样又横又纵的这么一个切分方法的话，就是
达到完美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 MySQL 现在内置的话是，它支持它有个 cluster， 就是在 MySQL 5.1 以后，但是那个不是太稳定，而且国内使用案例不是太多，一般就是话用的比较少，所以的话就是一般是要用我们应用来做。什么叫应用来做？就是说简单一点，你必须在 PHP 里去实现它，或者你别的中间件里去实现它，或者在 Java 里去实现它，完成这个自动切分的操作。第二个，减少模块的耦合度。我们一般比如说面向对象里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高内聚低耦合，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一个类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方法可以互相依赖，我可以很严重的依赖 A 依赖 B 依赖 C， 没关系，没问题。但是你类跟类之间呢，你不能依赖太高，一般他们可能就暴露一个接口，对吧？ Interface， 或者我们现在 PHP 常用的暴露一个静态方法 setting， 对吧？来完成这个高内聚低耦合的这么一个方法。那么在模块上面也是，如果说我用户量很高，那么我用户模块我就尽量跟帖子或者说跟评论模块分离，不要把它放在一起，对吧？换句话说，这个放到你在应用、你在写代码的时候也是，我 A 类是专门处理用户的，那么我就单独给它建一个 class， 叫 user class， 或者叫 user info， 对吧？或者叫 user operator， 对吧？我针对这个帖子，我就建一个 post 或者 article， 对吧？这 class 专门来做这些操作。这实际上就不论编程还是服务器部署的时候，都要做一样的事情，耦合度尽量降低 ，A 坏了不影响 B， 或者说你可以很容易的互相，就是说不会因为单个模块的处理影响你整个线上的业务。第三个，访问压力增加，你可以通扩容服务器来那个。像我刚才说了，我们有100个同学，我这个阿帕奇服务器只能一秒支持50个访问。像我哎，我加第二台就能解决，哎，又来了50个，我又加第三台，对吧？这种就是叫可扩容，你可以通过很容易的叠加机器来解决。但是到最后，如果机器叠加解决不了了呢，那说明你架构需要重新升级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的可扩展性。第三个呢是可维护性。可维护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架构出来以后怎么样，我比如打个比方说，你在 A 公司你离职了，这个很正常，互联网流动性是很特别大的一个行业，离职了，你这个代码还有相关这个模块谁去维护呢？怎么样能迅速让它接手呢？对吧？而换句话说，这是代码层面的。放射到架构呢，比如说我每个模块依赖度不是很高，你不过 A 包 B 包 C 这个模块互相绕来绕去的，那你不就死了吗？对吧？最简单，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后端模块，它依赖于用户数据，那么这些用户数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让 PHP 给这个后端模块传呢？不用让我们的后端模块直接去这个数据库里查呢？对吧？这样就是减少依赖的很好一个办法，通过接口的形式来通行，对吧？而不是直接去告诉你啊，你去哪个 DB 哪个标里查，对吧？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你会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架构可升级，这个的话要做到是比较难。就是我们比如说刚才有同学问了，就是说在100万架构和1亿架构之间，是不是能通过就是不改应用程序来达到升级？基本上就是来说是比较难的，对吧？你架构升级，代码你肯定要升，处理方法不一样。打比方说，我以前只连 MySQL， 现在我就要连一个，又要连 MemoryCache， 还要连一个什么连接池，那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架构可升级的话，就是尽量你设计的话，至少你设计的时候我能满足1年或者2年这种需求，对吧？你就是你在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你不能说我用3个月我的架构就不行，就要重做，对吧？那你写出来程序就没有意义。最后一点就是很关键的，如果扛不住了，那就重构，不要害怕重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架构，对吧？我这个东西出来了，我数据库什么这么一堆表什么都建好了，哎，现在它不行了，扛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升级，无所谓，再重做一遍，对吧？或者说我用一些更简洁的方法，比如以前我是用 PHP 的，我现在能不能换做 Python 呢？对吧？我是否能用 Ruby on Rails 呢？对吧？或者说我有些模块能不能用什么 Along 呢？这种高性能的这种函数式编程来解决呢？对不对？就是说你重构了，你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不要认为我这架构不能重构，没有这回事。我觉得这架构不能满足我这个业务需要了，那我就可以把它重构，对吧 ？OK， 就是主要这三大这个特点。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讲我们开源软件的这么一个选型，就基本上会介绍一些常用的一些开源软件，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是可以提问，我们奖品还有好几个呢。首先第一个是负载均衡，负载均衡呢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聊到了 LVS HA Proxy 还有 Nginx， 就是说呢他们是工作在不同层面的， LVS 工作在4层，
他们的工作在应用层。那么你们肯定要问负载均衡服务器，负载均衡服务器干什么事情？刚才我讲过了，我有十台服务器，我不知道挑哪台，让他去帮你挑。它里面有很多算法，比如 LDS， 比如它就是说它有很多策略，什么 DR 模式，什么 RDR 什么的，你可以按照它那个模式调一个合适的模式配置好，然后再这个编译 LDS。 但是它缺点在哪呢？第一，这个玩意儿它是工作在 Linux 内核层的，因为它是工作在数据链工作在那个四层的，四层的话它就必须要用底层很多底层网络站的一些东西，它就直接必须控制 Linux 网络站的一部分实现，所以它的工作模式很底层，就安装的时候特别麻烦，对吧？因为它不是像我们一个软件，你说 make install 一下就行了，它没那么简单，很麻烦，还要配置什么的。然后它的话还要借助一些别的，比如我们这个keep alive， 它能做一些检查。keep alive 它只是做心跳，告诉你这个机器是不是活着啊什么的，这样就是这样配合来做。然后，但是 LVS 的话，现在很多公司还是在用，特别是没有钱的一般的公司，有钱的公司一般买硬件了，你买个 F5 什么的， F5 的设备最便宜的也得50多万，对吧？但那个设备它很强，往那一放，什么负载均衡，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塞型处理全给你管了，特别方便，花钱就能解决。但一般互联网公司的前提是什么？免费啊，对吧？不要花钱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像北京就非常多的中型的互联网公司，流量又稍微比较大了，就是几百万到一两千万这种流量的，我用 LVS 用的是特别普遍。第二是 HA proxy，HA proxy 的话就是说，它应用层的 HA 就是高性能吧，但它工作应用层的话就是功能很强大，然后就是说它也有 VIP 的功能，然后配置很简单，但 CPU 占用很高。后面我们会有一个表 ，HA proxy 的话就是你可以做 HA 代理，也可以做 MySQL 的代理，配置也不是很复杂，回去你们稍微找个文档看装都不难。第三 ，Nginx， 我们都知道 Nginx 它是一个外部服务器，刚刚我前面讲过，但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代理服务器。像有些公司可以拿 Nginx 来做，就是说代理的工，但是它负载均衡算法很烂啊，它负载均衡很烂。但就是它做这个 Nginx 做这个转发和代理，比如做邮箱代理，一般外部服务器代理。换句话说，你最后的价格就前面你挂一个 Nginx， 后面挂一堆 Apache 打个比方多好，它能迅速给你转发，是不是很快？而且它还能解决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防空机里面有一个慢连接。对吧 ？Nginx 就是它的内置支持的 ，Apache 不行 ，Apache 很傻，就是稍微搞一搞它就死了。但 Nginx 它不一样，因为它跟它的整个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工作在七层也是跟我们那个 HA policy 是一样的，工作在比较上层。我们看这个性能数据，第一个的话是这个 LVS 的 DR 模式 ，DR 模式是直接轮询的模式，它的每秒并发量是可以转发1.6万个请求。它的 CPU 占用只有25%，可以说它性能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呢，为什么它性能好？因为它是直接工作在底层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程序工作的时候，它是分内核态和应用态和用户态的，对吧？在 Linux 操作系统层面，我们的应用层的这个东西呢，全是在应用态，就是用户态的，像我们的 HA proxy 和 Nginx， 那么它内核。就是用户态跟内核态切换的时候是很费时间的，对吧？它还要调用很多底层接口。但 LVS 的话，它是一个内，它直接内核的一个 module， 它的话直接工作在内核态，速度是特别高的，特别爽，极快。但是这个配置特别麻烦，用起来很繁琐。HA policy 呢？你看它转化量是最牛的，每秒可以达到2.3万次，但你看它的 CPU 95%。换句话说，这个机器只要装到 HA policy， 它别的活干不了，对吧？就只能干这个活。那一般对于很穷，然后又希望节约资源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现。一般情况就是 HA policy， 比如它跟外部服务器搭在一起，那这时候你把 CPU 占光了，那些 Apache 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也是可以用，因为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达到2.3万每秒并发这么高的请求的。因为你算一下，我给你们算个公式，如果说你每秒的并发量是1600的话，那么它每天能接受的 PV 就是6400万。对吧？那么一般的项目你能做到这么高还是比较难的，对吧？所以一般你不需要这么大的转化量就能满足你大部分这个业务需求。 Nginx 的话是它在 CPU 占用和连接数间取了个折中，它2万左右的并发量，然后就是 CPU 占用率大概在80%，没有 HA proxy 快，但是它作为一个又是外部服务器又兼代理服务器来说已经不错，对吧？这样
好，下面我这个描述，就是就按具体情况，比如你机器少的话，你可以用 LVS， 对吧？这样子。外部服务器，外部服务器可能大家都阿帕奇，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你们现在就是用的都是阿帕奇什么？2.0、2.2、2.2是吧？对，2.2来说是目前最稳定、功能最强大的外部服务器，因为阿帕奇它从1.3、2.0、2.2这么几个版本发展过来的话 ，Linux 行业里有个惯例啊，这个小插曲，就是说所有稳定的发行版，它的第二位版本号或者第三位版本号肯定是负数，有没有？对吧？然后我们 Linux 内核2.2、2.4、2.6，像 Red Hat 的话它是2.4，但我们现在新的比如什么 AS 啊，就是 Linux Red Hat HL45 啊，全是2.6的内核，对吧？2.5、2.3没听过。这是 Linux 开源界对版本号的一个要求，他觉得就是负数的话，它就是特别稳定的。然后那个要是就是偶数是很稳定的，奇数的话，它是一个测试的这么一个状态。而阿帕奇的话，它有一个，它主要的是有两个，一个叫 worker， 一个 pre-worker。pre-worker 什么意思呢？它会有一些配置，比如什么 max child 啊，什么一堆相关的这个配置，什么 server limit 啊，这配置它组合起来，它服务器一启动的时候，它啪啪创建一堆进程。刚才我们讲过了，它在同步模型的处理情况下，一个连接过来了以后，它就要 fork 一个子进程去接受这个连接，再去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再关闭这个进程，对吧？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 fork 一个子进程的时候，它是特别耗资源的，要申请内存，申请堆上空间，有一大坨的这个事情要做，对吧？或者说你如果说我现在并发很高的话，我 fork 关闭 fork 关闭，这个是很消耗性能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就有了个 pre-fork， 就是预 work 的这么一个模式，就是我阿帕奇启动的时候，先初始化，比如说20个、30个进程等着，我就直接把这个进程全 fork 好了，来一个连接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再等，来一个连接处理等，对吧？这种模式它是特别快。然后如果说你进程多了，我再按你这个要求预 fork 好，比如说现在我是20个进程已经 fork 好了，你现在有21个请求，哎，我觉得多了，我就 fork 变成40个进程，对吧？就这样，这种情况下极大节约这个性能。2.2对比2.0、1.3改进是很多，性能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公司用的比较多。第二个就是 Nginx， 但是阿帕奇有个问题，我刚才没聊，就是说它是特别吃内存的，极其吃内存的，大家都知道，开起来有一堆什么 module， 一堆 SO 的乱七八糟的，非常吃内存的，再加上 PHP 的相应的一些什么扩展啊。你开个进程没有个6、7、10兆根本不够，对吧？这时候就要让你就是说你最后可 fork 的进程有限，那内存限制。第二个是 Nginx 刚才我讲了，基于异步 IO 的模型，性能很强。之前我讲过，异步 IO 的话就是反向通过那个回调的方式来通知说这个某个 FD 可读可解了，然后再去做这个物理的操作。对于小文件支持很好，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表。第三个代码非常优美。Nginx 代码的话是特别漂亮的。那个作者呢，他是俄罗斯的一个公司的核心程序员，他是就是他们那个网站在俄罗斯也就类似于像腾讯在国内的这种地位，就是特别主要的一个网站，所以他那个程序的无论是代码啊、质量啊，还有他的那个性能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没有仔细去分享，但是我有朋友就是把Nginx代码通读了一遍，就所有的代码大家看了一下，然后。就是交流了一下，感觉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再私下交流。就是说，还是比较爽。但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它的扩展是必须编译进主程序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开源程序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一个通用概念叫什么？微内核可扩展，对吧 ？Linux 也是这样。你可以自建很多的这种 module 来干这个活。阿帕奇也是。我们阿帕奇，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有 Rewrite 功能，对吧？就 URL Rewrite， 你可以重新把一个 Rewrite 重写变得很美化。它实际上来说，它是一个 module， 就是它是一个模块，跟阿帕奇主程序是没有关系的。它主程序是干什么呢？是管 HTTP 请求、核心的 code、内存管理，是吧？这种基本的东西。像剩下的什么，比如什么 Rewrite 这种，它完全可以做成扩展，要就加载进来。你在配置里 HTTPD.conf 里 load module， 对吧？加加加 module 下面的某个 SO， 它就可以动态。你注册了，它就不加载了。这种叫可扩展 ，Firefox 一样，你没用过知道，你可以装很容易装很多插件。MySQL 也是这样 ，MySQL 它有 plugin， 还有它的引擎是可插拔的，你可以选。我们管理，比如说 MySQL DB 或者是 BDB， 或者是什么 Heap Memory， 是吧？或者什么 Blackhole， 就是说你可以选很多随便的这个插件。那么
我们的 Nginx 有这种功能的，但它差别在哪呢？我们一般的这种插件其实就是你可以写一个 SO 是什么，就是说共享库。但 Linux 里它为了节约它的存储空间，比如所有人都会调我们的 LabC 是个基础库，包括所有的基本的 C 的那些什么字符串处理啊、内存啊、管理啊什么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每个人都要调，如果是个静态库的话，每个人在调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库编译到他的那个程序里面去，他在执行的时候在他的进程空间里出现。因为我们调一个函数的话，一般是它是有个对账的，然后跳到这个函数的头里面，这个账里，然后告诉我要传哪些参数，告诉你去哪个位置内存里把这个数据读进去，你处理完了再告诉我你那个数据会存到哪个账里，然后我这个程序在这个账里拿这个数据。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共享户的话，它的所有这个 SO 账的这个账的位置它是一样的，对吧？但只要去那个位置，哎，你大概就是说去那边去问他，我要调你这个函数，比如我调一个 substring， 对吧？字符串，我要传哪个字符串给你，我要截从哪到哪，然后你呢就去把这个数据给我填好，放到哪个位置，然后我再给你取回来，节约内存。最主要的就是共享库。但 Nginx 的逻辑不一样， Nginx 的话它用的是 S， 是静态库的方式，就是说所有的程序你编译到主程序里去，你上到天上的这个程序，你这个扩展必须跟主程序在一起，没有单独的扩展。它这么做主要目的就是为一点性能，对吧？我们家的 SO 是需要消耗的，那它这么做了以后的话，就性能特别高，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进程。 Nginx 本身上它可能有什么管理进程啊，有什么可能各种什么令牌机制啊，是吧？我们不深入探讨。在 HDD 跟 Nginx 差不多，也是基于异步模型，他们俩性能旗鼓相当，差不多，差别不是很大。如果你看网上差别很大的，那肯定有问题，因为他们实验原理可能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对吧？它的扩展库比那个高一点，它就不是静态库，它是一个 SO 的形式，就是比 Nginx 加载要灵活，你可以很容易写一个库，然后复制到线上直接改配置重启就了。最早的话就是说，那个Lite HDD 的话，它是那个使用是还是比较高，零七年的时候，后来2008年以后 Nginx 异军突起，现在 Nginx 应该有2%-3%的全球市场占有量，2.8%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数据。Apache 60%+ IIS 10%+大概。Nginx 发展确实比较迅猛，因为它确实做得好，简单好用。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性能评测数据啊，我们看第一个就是静态的这么一个数据。静态数据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三条线，黄色的呢是 Apache， 然后蓝色的呢是这个 Nginx， 然后这个浅绿色的呢是 LiteHDD。 你看它们的性能，在处理 1K 文件的时候， Apache 每秒可以处理12000个， LiteHDD 可以处理18000个， Nginx 可以处理18300个，其实它俩性能差别很小。我性能差别，如果说这个得出来结论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是比如跟磁盘啊，对吧，测试环境啊，或者说有一些别的因素影响，他们差别其实很小。但是 Nginx 就远没有他们，就 Apache 远没有他们俩强了，对吧？然后第二个，你看他们在处理 10K 数据的时候，我们这个是纯静态文件的这个对比，这个测试是我自己做的，而就是说它针对纯静态文件的这个处理的话，你看 10K 数据的话，他们俩还是遥遥领先。这时候 Nginx 更强了，就是它在小数据量的时候是非常强的，但是Lite 和 Apache 是略有下降，它下降幅度不是很大，可能也就下降个几百这样子吧。然后 OK， 再到 100K 的时候呢，大家都下降了， Apache 直接就到了6000多，性能下降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 Lite 的话是12000多， Nginx 13000多，他们俩是差不多旗鼓相当的，对吧？在这个处理上差别很小，差别可能也就几百这么一个差别。好，再到1兆文件的时候，他们俩就三者基本上差不多， Nginx 稍微好一点点。再到10兆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就是差别不是差别几十，这种差别可以忽略。那换句话说，我们很明显看见了，基于异步模型的框，就是这个外部服务器的话，在处理小文件的时候性能是不是极高，对吧？那换句话说，用它来比如说返回小的图片，比如什么几十 K 这种图片，还有 CSS/JS， 是不是性能很高？像我们前面聊到的静态资源服务器的话，用 Nginx 是非常好的，对吧？因为我们任何操作的话要以数据说话，对吧？我们这个数据就表现出，这是他们整个这个曲线，蓝体的曲线从这开始以后就跌得很厉害， Nginx 呢就很稳步下跌，对吧？这么一个曲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动态的这个对比，这个动态对比的话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PHP 程序，刚才我们是静态文件，现在我们有一个 PHP 程序了。这 PHP 程序呢，它最简单就 echo 输出，
是不是一个 Hello World 什么的，对吧？你看我们这个性能对比，如果我们 Echo 直接输出，当然我们这个对比不具有代表性啊，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个动态啊，不是特别有，因为实际上你在线上这个环境是很复杂的，你可能从数据库要连接实际的连远程接口，拼装各种各样的数据再往前面输出，这个数据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啊，就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在 Echo 的话单独一个这个性能差别很小，那你们说你感觉这个性能差异在哪？ PHP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前面静态其实跟我们的外部服务器是没关系的，这个时候跟我们 PHP 代码有关系，说明 PHP 代码解析就不够快，对吧？这时候他们性能相差不是很大。你看这是他读了 PHP 读 1K 文件，读 10K 文件，读 100K 文件，读一兆文件，在读一兆文件的时候他性能还不如阿帕奇，阿帕奇永远它性能还是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它是一个，它就像一个170斤的1米7的这种壮汉一样，对吧？是很标准的一个体型，它永远的话就可以就是很稳定，所以为什么现在主流都会选它来做这个主要外部服务器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就大家都很就是天天在用的很耳熟能详的 PHP 的话，一般我们就是说现在版本比较多啊，PHP 4 PHP 5.2 PHP 5.3 PHP 5.3 其实就是 PHP 6的这么一个 preview 预览版，这样子它先把一些功能揉到了 PHP 5.3 里。 PHP 4的话你们这个年代可能用的比较少，我这个年代用的比较多。 PHP 4它就是说它对象是不是特别完整的对象，对象比如它没有像我们现在 PHP 5样，你写一个对象，比如说针对一个类，针对一个方法你可以定制它的访问权限，比如 public 对吧， private 对吧，他的话是没有这个，他所有权是 public 的，想调谁想过来调你就得让别人调，对吧？就是说换句话说你是没有任何权限控制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 PHP 5.2 以后的话，那就这个情况就有改善了。 PHP 4的话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执迷不悟的，然后公司又不愿意动的这种公司还在用 PHP 4，这种公司鄙视他确实现在有很多公司就是说他这代码他就不愿意动，他说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吧？特别在互联网那个行业， PHP 5.2 的话相应的话是最值得推荐的，它的话就是扩展，现在扩展支持也很稳定，它性能特别卓越，它对象处理的情况它比 PHP 4我上次看过应该要提升80%吧，还是200%的这么一个性能，所以 PHP 5.2 点差是目前最稳定的。像我现在了解很多公司用的版本可能是 PHP 5.2.6 PHP 5.2.8，不一定用最新最好啊，我们要用最稳定的 bug 最少的这种版本，因为你到时候特别你流量大了以后你经常会碰到一些诡异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找半天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 PHP 有 bug 对吧，那你就很痛苦。然后 PHP 5.3 的话现在有些公司在用，比如说新浪的 SAE， 就是新浪有个叫 APP Engine， 它是现在用的是 PHP 5.3 的这么一个模式。 PHP 5.3 主要是有这个 Unicode， 然后还有就是 Namespace 啊什么的这些功能。现在的话其实我那些功能如果说你 care 的话就用，不 care 可以不理它。 PHP 5.2 是最值得选择，还有工作模式，工作这两个工作模式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说它在 SO 的模式，默认病毒 SO 这个模式一般呢主要是给 Apache 用的。我们刚才讲过了， Apache 它是可 load module， load 新的 module， 你们在配 PHP 的时候肯定会在 hp.conf 里面加一个 load，比如什么 PHP 目下的 mod PHP 5的 SO 对吧，或者 PHP 5什么 Apache Hunter 的 SO 对吧，可能就会有这个配置。这个配置的话就是说相当于把 PHP 5的这个解析执行的过程当做 Apache 的一个独立的模块来运行。之前那个雪候鸟可能讲的话你们大家应该对这个工作模式有点了解，我就不深入探讨。然后就是说它这个的话就是说它自己没有独立进程 PHP，它是进程是依赖于阿帕奇的，阿帕奇它 fork 了一个子进程，那么它整个 SO 就在这个进程空间里运行，然后你要什么一些扩展啊干什么活啊全部是通过这个 SO 然后再反向调配就是那些扩展来进行工作。这个工作模式性能也不错，而且很稳定，没问题，基本上可能你们现在学习可能就是这么。第二个就是 FAST CGI 模式，我们知道早期叫 CGI 可能大家都听过，叫通用网关接口 Common Get Interface 对吧，通网关接口大概早期的模式就是说以前外部还不发达，还没有 PHP 做外部语言的时候，他们为了解决能够在网页里输出代码、输出 HTML 的这种形式，产生了一种处理模式。但他那个的话，就是每次
我要解析，比如我用 Perl 或者用 Shell 脚本，或者用 C++ 写一个 C++ 的程序，每次我前面 Apache 过来以后，我就去调一下这个 C++ 程序，输出结果再返回给这个东西。每次这样，每次这样，性能很差。你可能这个程序初始化 fork 一个什么进程，退完了以后就很慢了，所以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 fast C++， 就更快，比它这个处理模式更快。它怎么快呢？它把这个进程不用 fork， 它在进程里等好，先 fork 一堆好子进程，来处理的时候丢给一个子进程，跟我们刚才说的 Apache 的Rework 的模式工作模式是差不多的。你来处理的话，我就把这个结果输出给你，我就不用再单独起这个进程来做这个处理了。然后 fast C++ 模式在 PHP 的话，它是有一个叫 PHPFPM 的模式是最好的。当然，我想一下，应该是在 Light HDBD 里也有一个叫什么 FAWCGI 的什么玩意儿，我记不清那个名字了。它也是工作模式的那么，但它没有 PHPFPM 好。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就记得用这个，因为这经过我们大流量测试。就是对稳定特别少出问题的这么一个版本，它实际上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它相当于是在 PHP 的源码基础上打了一些 patch 就是补丁打补丁，然后让它就通过一些特殊的参数可以支持 PHP 支持 fast CGI 的这么一个模式，它的性能也很高，但它工作模式跟上面工作模式不一样，它自己独立有个进程，然后你可以让它访问它的一个 socket 文件，或者它会开放一个端口来通信。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部署，我们前面有一台 Nginx， 我们在单独一个机器上部署一个 PHPFPM 就 fast CGI 的模式，那么通过远程机器来调用进行我们这个部署。换句话说，我们不用 Apache 跟 PHP 5一定要放在一台机器上，我们可以分开部署，也能完成这个通信的这个操作，就是用 fast CGI 来解决，性能特别高。他们俩性能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主要为什么要分开部署呢？就是说 fast CGI 主要是因为 Nginx 和 Light HDBD 它没有像 ModPHP 5的 SO 来支持它，所以它必须要单独的用 fast CGI， 就是用 PHPFPM 来帮助他们进行通信。第三个就是一些 PHP 的安全配置，可能一般你们课里会讲，比如说注意一些什么安全模式啊，还有打开目录啊，还有执行文件目录啊，还有不允许禁止什么远程 include 啊 ，URL 远程 open 啊什么这些选项。然后如果说停掉一些不用的 PHP 扩展，主要是为了性能考虑。第三个缓存服务器就是慢慢开启了。不用说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那就是有一些简单注意事项，比如说在32位的机器上，就是不要开闭内存不要超过2G，它超不过2G。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跟32位的系统，我们一个4字节的整形，它的范围是多少？它的正常整形是从负的21亿到正的21亿，对不对？然后它的无符号整形是从0到42亿，对吧？然后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所有内存操作的时候，操作系统也是按照这个数字来排的，它每一个字节的内存块，它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叫地址位，对吧？这个地址位它记录它这个号，它我们整个整形在32位基础上，整个整形只有到21亿，对吧？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取21亿以外的这么一个存储空间，对吧？因为它整个数字就到那，我要存储更大的我就没法取了，所以它就是只能用2G。但是我们64位没有这个限制，64位机器。现在主流的服务器大体是用64位，当然也有用32位，看每个公司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机器少的话，你可以跟外部服务器也部署，因为我们知道外部服务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对磁盘还有 CPU 占用比较高的，对吧？它不在乎什么进程，当然有些如果配 Apache 的话，它并发很高的话，它会鼓励 fork 很多子进程可能会占点内存，那一般情况不会那么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跟外部服务器一起进行部署。第三个就是它单个数据文件限制不能超过1兆，这个大家要记住啊。我赛了一个数据，你别把一个图片，一个5兆的图片赛到 MemoryCache 里去，有人那么干，实际没用，因为它跟它的内部 MemoryCache 内部实现机制有关系。MemoryCache 内部实现它是有个叫chunk size 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迭代的这么一个梯状的，它固定好了每个格，我这个格大概内存大小是多少，比如说 256K 1兆，这是 16K 8K 4K， 它是 2N 次方的这么一个情况。他这么做呢，主要是为了快速分配。打个比方说，你来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打个比方说，510个字节，那我觉得你应该属于1K 范畴里的，就夸把你丢到1K 的这种存储空间里去，是吧？他就不用做这个内存重新分配的过程，就性能特别高，这样子。所以他为了有这种阶梯状的这种chunk size的这种模式来存储空间的话，他就约束了最大的数据量不能超过1兆，是他内部实现的这个机制。我不知道新版有没有升级，应该没有。然后它数据存储最长有效期是30，因为我们知道 MemoryCache 存进去后你要设一个 expiry， 就是设一个失效期，
这有效期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今天到明天或者一周什么的，但是它内部机制它是最多不超过三十天的，因为它有个 LRU 机制 ，LRU 就是叫淘汰策略嘛，它会定期把就是说内存里没有用的数据、过期的或者不重要的数据把它淘汰掉，因为它淘汰策略大概是这样，比如说我有 ABC 三个数据 ，A 数据的话访问一次，它不被淘汰的几率就加一，然后 C 数据一直就没有人访问，那么最后淘汰的时候发现 C 数据的话直接它就没有人用了是吧？直接我就把它从内存里 unset 掉了，对吧？但是 A 数据的话它一直加加访问很高，比如用户名这种数据，那么它就一直叠涨，但是总共所有的数据不能超过三十天。所以你在用 MapQuery 做缓存的时候，你必须在程序里反复去判断我缓存的有没有这些数据，有我就直接返回，没有我就是数据库里取了以后再 set 到缓存里，对吧？就这样，有问题吗？那个没有 OK。 数据库连接池，刚才我们讲了，如果说你在很多机器的话，你们那个管理连接，然后为了解决很多就是多台机器这个分配的这么个问题，你可以用数据库连接池。数据连接池的话，如果你没有数据库连接池你也能做，你用 LVS 来做。刚才我说了 LVS 它工作在四层，它不关心你的协议是什么，但是它能帮你做转发，对吧？那如果你没有 LVS 的话，你就可以用 Massive Proxy。 Massive Proxy 的话现在目前应该0.8.1 吧版本，它的话就是性能不是特别好，然后你呢功能挺不稳，而且你特别上，就是上被 Oracle 收购以后，基本上这个产品没有人维护吧，大概这么状态。我看好久都没有更新。它的话就是，它读写分离的话，你必须要用一个 Lua 脚本实现。Lua 脚本的话，如果玩魔兽的同学应该知道，它就是用来写配置，大概这么一个很简单一个脚本，对吧？然后不是特别难，就是说 Massive Proxy 的话，它是用这个 Lua 脚本能配一配就能读写分离。读写分离就是我们说的 Master Slave。我写操作切到 master， 读操作切到 slave， 你要写个 Lua 脚本，自己要通过一些这个东西来配置，挺繁琐又复杂。还有这个 SQL Relay，SQL Relay 的话，之前我知道应该校内在使用，但是好像因为反应不太好，他们后来用 Java 重新实现了一套，具体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说，反应不是特别好用，可以不用。但我是简单给大家扩展一下知识面啊，也许你要用 MySQL Proxy 的话是，应该也是可以的。关心数据库，那肯定不用说啊。我们聊 LAMP 的核心就是 MySQL， 对吧？这个不用聊了，这别的话就没有太多意义了。Master Grid 啊，还有别的什么 Firebird 啊，或者你们知道的所有的 Everyone， 所有别的这些数据库，我们不深入探讨，你们去研究就行。MySQL 是目前为止最稳定，它应该是94年还是95年诞生的，还是更早，87年，历史我忘了，你们随便找本书上面去研，一般会告诉你。然后它的话到现在为止是所有公司验证过最稳定的。为什么一般好的公司它不会说随便换一个技术体系？因为一个技术用成熟了以后啊，你了解它每一个特性，对吧？就像男孩子谈恋爱一样，你比如说你跟 A 姑娘的话，你了解她所有的这个性格特点，如果到时候你失恋了换个 B 姑娘，你可能要花半年去适应，对吧？一样的，就说你用 MySQL 用数据库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了解这个数据库的所有特点，比如说它的一些比如见索引的一些差异啊什么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运煤的时候你很方便，什么各种脚本什么自动运煤的这些东西都很成熟，对吧？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开放式存储引擎，刚才我说了一般的 MSM 或者 InnoDB， 然后这里可以插一句，建议大家用 InnoDB 引擎，看你的项目需要啊。你也可以写自己的引擎，像我的同事就自己写了个引擎用来做搜索的，就是说它能够完成一些切词的一些操作，就我刚才之前提到的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些范畴。因为 MySQL 它内置的那个就是全文本检索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安装部署特别简单，运煤的话比其他数据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你夸夸 make install config 一下，只要你的 Linux 版本不是太老， GC 版本不是太老，服务器不是很烂，基本上都能编译通过，对吧？然后什么数据库什么文件你能看见，你要用别的话，你像 Bootstrap Server 它下面全是一整个黑箱子，你完全不知道它怎么工作，很痛苦。第三个，标配两个引擎各有所长。我简单说一下他们这个差异吧。MSM 的话用在那种简洁快速的这个数据，比如日志统计性的需求，它 count 是它最强的这个强项，对吧？到后面我会有一个 tips 关于 MySQL 的一些差异。 InnoDB 呢它是支持事务的，对吧？可回滚的这么一个引擎，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说 MSM 它之前产生的，你看它的名字，它就是可简洁的什么什么散列什么什么，我都忘了那个描述了。数据结构梳理最后一章都会有文件操作，一定会讲 ISM，
你们去翻任何一本数据结构的书吧，那其实 MySQL 隐形实现跟那个基本上原理是一样的。然后它的所有的它的唯一设计原则就是它的所有缓存什么乱七八糟操作全是依赖于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我们知道操作系统另一个它是有一个缓存的，就是它数据不是你写，就是比如我们调用一个 write 的这么一个函数，它不是马上写到磁盘的，它实际上写到缓存里的，缓存满了再刷到磁盘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服务器挂掉了，那么这个数据也可能会丢掉，但丢掉数据很少。Linux 有个叫 direct.io 就可以绕过这个缓存直接写，这个另一个话题啊。然后 MySQL 的话就是说它自己本身不做太多缓存啊什么那些东西的管理，它第一依赖于 MySQL 本身，第二依赖操作系统。MySQL 本身什么意思？你看第一句话，我们是开放式存储引擎，什么意思？ MySQL 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是说把插件还有引擎体系跟它的主体的 server 是分离的。我这里没有图啊。分离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提供好一些接口，如果读一行写一行便利 next 的什么 rewind 的什么这些接口定义好，你就按我这些接口来写，你这个引擎你就能编出来就能用，对吧？你就提供好底层的这个读写的这个接口。那么它上层的话也有一些管理，比如说你们配 MySQL 的话最常用到的一些配置包括比如说 query catch， 可能应该有知道 salt buffer， 对吧？这些配置的话其实是 MySQL 提供的，跟下面的引擎一点关系没有，这其实没关系的。MySM 的话它就完全依赖于上层的这个 MySQL 的这些缓存啊什么在做，它自己本身没有。 InnoDB 不一样， InnoDB 它的第一原则是我不信任操作系统，对吧？ Oracle 也是这个原则。一个好 Oracle 最强什么地方，你可以它裸机，就是没有任何操作系统它能安装，它自带操作系统。就是说为什么 Oracle 现在称霸全球啊，现在它能把上很多公司收购，那确实它有牛的地方。 InnoDB 引擎设计思路是一样的，它不信任操作系统，它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缓存所有的接口全是自己管理的，完全不依赖于你任何的，它什么表空间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乱七八糟全自己去处理的，它不信赖所有的别的东西。所以 InnoDB 引擎很强，它代码量也大，那它管理起来维护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它乱七八糟。学习有空你们可以买书看看一些实现原理什么的。缺点没有好的设备工具，刚才讲过了，有一个 InnoDB 的收费的，然后 Class 的支持不太宽，之前我也讲过了。而如果收购后，我之前那句话是 Oracle 收购以后 MySQL 前途未卜，那现在这个也不好说以后，对吧？然后 MySQL 5.5 的话他们号称性能，他们首页有个图啊， MySQL 5.5 然后有一个小车一个跑车，他说这性能提升是一个跑车级别的，你们可以看他们那个首页有那么一个图，他说他 MySQL 5.5 性能提升特别多，我没试不知道。现在一般推荐是 MySQL 5.0 5.1 就可以了，稳定性极高。MySQL 5.0 的话用 MySQL 5.0.36 还有 MySQL 5.0.51B， 然后 5.1 的话应该是 MySQL 5.1.16 吧， 5.1.36 就那几个版本是相应来说是 bug 最少的。这些我这些数据都是久经考验的。然后替代品包括有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用 MySQL 但是你就喜欢 MySQL 怎么办，有这两个替代品。第一个替代品叫 MariaDB， 它是它的创始人 Monty 构建的。 Monty 是之前是 MySQL AB 公司的 CTO，他的话就是说负责最核心的技术。 MySQL 被上古收购以后他就出来了，后来上古被 Oracle 收购以后又出来一批人，他就把一些人拉在一起，当然还包括一些别的人，做了这个 MariaDB。 Maria 是他女儿的名字，然后他就把这个 DB 叫 MariaDB。 他的话就有两个引擎，一个叫 Maria 引擎，一个叫这个单词怎么拼 TrDB 引擎。他这两个引擎用来对比上面的 MySM 和 InnoDB， Maria 引擎对比 MySM，然后 XtraDB 对应的是 InnoDB， 就是说这是事务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组件完整唧唧歪歪的一些功能，你们可以深入去研究一下这个。现在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评测，性能挺高的，极高。第二个是叫 Picona Server， 这也是由原来 MySQL AB 的一批人，就他们被上收购以后推出来搞了一个，他们应该建了一个博客叫做 Performance MySQL， MySQL Performance 这个博客特别有名，大家当然英文的没有中文，他们那个就是专门介绍 MySQL 一些高性能的一些东西。他们那个版本的话就基于 MySQL 本身的版本做了编译和升级，性能非常高。他们对比上他们在 InnoDB 的话就是在一些主要核心技术上做了一些改进，但是我没有了解它太深入的这个原理，因为开源技术太多了，你要把每个细节深入了解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OK， 我们再往下。 NoSQL 应该是从特别是近两年特别关键的这么一个东西。
首先最流行的就是一个 MongoDB， 我们有列一个 NoSQL 家族体系。先说一下 NoSQL 是什么，有知道的吗？举手回答。非关系数据库，对，不只是非关系数据库，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不用 SQL 语句 NoSQL 语句，就是说它没有 SQL 语句。实际上我们 MySQL 它在你在监控它的性能的时候，你监控它每个底层的 API 执行，你会发现它在 SQL parser 就在 SQL 解析的时候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输入一个 slab 新 from 叉叉叉叉的时候，到它那边它要把你这个整个语句解析成一个语法树，对吧？再按照你这个语法树生成一个执行计划，生成执行一个计划以后，再按照这个执行计划进行优化，进行优化以后，再实际上去调用 API 进行物理操作。它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么一个链，很长一个过程。那么有了这个什么生成执行计划，肯定都要生成，就在什么SQL解析是很费时间、很成本的。NoSQL 就没有这个问题，全部可能一些简单的 API、key value， 对吧？来搞定。MongoDB 是属于这个 NoSQL 里面的叫文档型数据库。文档型数据库是什么呢？它是介于关系型数据库和 key value 数据库之间。key value 数据库大家知道 ，memcache 就典型的 key value， 相当是缓存了哈，就是设一个 key， 比如我设一个 ABC， 值是一二三，我 get ABC 一二三返还过来，对吧 ？key value 很简单，哈希表。然后它的话，文档数据库是什么？它也是 key value， 但它结构要更高级。MongoDB 它主要概念第一个是。它有 DB 的概念，然后再过来的概念是集合，叫 collection 啊，集合。第三个叫做文档 document， 就具体的一条 recode。我们 MySQL 里面它是一行列，对吧？字段，行列的话是一行一行把这个数据提取过来，它一行可以管掉一个文档，但它行不是强制要求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一行。比如说像我们 MySQL 里，比如说一个字段如果设为不为空，如果你填个空值就会报错，对不对？MongoDB 没这个问题，你随便爱填不填，他不关心你，他不关心你这个结构，你这个字状是什么，你自己应用去关注就好了。啊，然后还可以嵌套结构。我们在一个 MySQL 里，你在一个 int 里能再嵌套 int 吗？不可能，对吧？然后你在一个 text 里的话，你只能填一堆这个 text， 那它不一样，它的话就可以 n 级嵌套，那一般也就二三级嵌套，太多也不行。然后它的话是没有存储语义，刚才我们讲过 MySQL 有 MySM、IntDB 啊什么一坨的存储语义，它的存储语义它就是用内存文件映射。共享内存 ，mmap 的这个机制 ，mmap 就是说它内存里画一个区域，对应磁盘的某一个范围，指针指到头还是指到尾。写数据的时候，先写到这个 mmap 内存里，然后内存满了以后再刷到磁盘。我们聊了很多次都有这个概念，操作系统也玩这个概念，是吧？所以就是我们核心是为了解决内存跟磁盘速度不一致的问题，对吧？所以缓存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的 mmap 这个磁盘满了以后，它就会刷到这个磁盘上去，定期刷。它应该是60秒刷一次，那么 MongoDB 就会有个问题，它极有可能60秒掉电会掉数据。我这里缺点里没有描述啊，它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但因为它没有存储语义，所以开发整个体系特别简洁。第三个是 auto sharding， 主动复制。auto sharding 就刚才我们知道 sharding 概念是切片，对吧？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就是说 auto sharding 呢就是自动切片。刚才我们讲 MySQL 在切分的时候是那水平切分、垂直切分，对吧？那这个切分是不是要你的 PHP 程序去关注去实现它，应用去关注？但是 MongoDB 不一样，它自动的。它比方说你以前有1000万条记录，分为两个 MongoDB 库，对吧？那现在就是说我增长到1500万了，我现在想再加一台。正常情况来说，我们应该是把 A 库 B 库的数据导出来，导到 C 里面，是吧？很麻烦。MongoDB 没这个问题，你把配置配好，告诉他我加了一台，自动均衡，你就看见不久以后。ABC 上台每一台500万数据，自动的，特别牛。第四个，它操作很简单，你会 JavaScript 它就搞定。它核心的实现是用的 SpiderMonkey， 它是一个 JS 引擎。因为我们浏览器在看的时候，有看 HTML， 有 JSS， 有 CSS， 实际上它是浏览器去解析。但浏览器一人干不了那么活，渲染啊什么的，它需要一些附属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 JavaScript 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一个语言它就要有一个解析器，有个引擎去帮它解析，对吧？比如像我们的谷歌的浏览器 Chrome， 对吧？它的话就是内置了一个 V8 的引擎， V8 引擎应该是 Safari 里面内置了一个 V8 的 JS 引擎，性能是特别高的解析。还有现在有个叫后端服务叫 Node.js 的，也是用的。好，它用的是 SpiderMonkey， 但是你编译的时候可以选 V8。 换句话说，你用 Monkey 的话，只要大家会用 JS， 你就会用 MongoDB，
就这么简单。他完全用 JS 来实现，写这些代码乱七八糟的，很爽。什么查数据啊什么的，你就一个对象一个方法点点点点问个什么，一个 get 和 find 什么的 insert。现在的话就是说，在用的国内在用的用，比如像百度有一些商业产品在用，淘宝的话他们的监控中心在用，还有国内呢还有一个叫视觉中国，就是做图片类的、视觉类的这种网站也在用。缺点的话，第一，当地路最大16兆，如果你想从一个 N 大的一个文件进去，不可能，不现实吧，不要考虑了。第二个，浪费磁盘，因为跟它无存储引擎有关系，它不要浪费磁盘，四亿数据可能就得500G左右的这么一个磁盘，这是一个评估数据啊，不代表所有性啊。然后第二个就是 Redis 是介于缓存和 NoSQL 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很多人用它来取代 MemoryCache， 它性能跟 MemoryCache 不相上下，有时候还略高一点，看你测试环境了。而 Redis 的话，它是可持久的缓存。什么叫可持久啊？就可以写到磁盘，我掉电了重启还有，就这样的。它也是 key value 的，它存取结构很复杂，有 set、list、string。学过 CI 加 STR 的应该知道，就是我们 list 和 set 的话，它就是标准模板库里有的，就是像一个容器，哗可以往里压数据，对吧？这样子，可持久化和主动同步，这个就是跟差不多。当它再看它的缺点，主动同步很烂。然后它你整个，比如说我现在开了2G的这个缓存。主动我们会把2G缓存发一份到 slave 上，特别傻，它机制实现了。第二个是当内存大小限制了存储最大的持续化名单，我内存如果说只有4G， 我的缓存文件就不能超过4G， 就是它的一个约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升级啊。其他比如有 Hadoop 的 HBase， 你们用过，就是做分布式啊，做存储还有运算，特别日志统计的这个，还有数据挖掘。然后还有 Apache QuantDB， QuantDB 基本上就是跟 MongoDB 性质差不多，它俩是互相竞争对手，互相你抄我，我抄你，这么一个关系。然后 MySQL 的 Hand Socket 就是 MySQL 的一个新的一个存储引擎，也用来做NoSQL 的这么一个操作，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现在也有一些公司在用，还有些别的更多的你们可以再深入去了解一下。其他反向代理 Squid Valish 刚才之前都讲过，还有数据检索的斯芬克斯 Sharpen， 斯芬克斯的话它是基于 MySQL 的基础上构建的，它跟一定要 MySQL 混搭使用，现在也不少中心公司用来做检索的这么一个操作。第三个是消息队列，所以在队列的话，之前我们讲过它的重大功能，对吧？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两个开源产品就是 MemoryCache Q， 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新浪开发，然后还有个 Q4M 就是在 MySQL 上一个插件。所以为什么开源软件好？所有的体系都是插件机制。我们这里有个 Q4M， 我们前一页有个 MySQL 的 Handler Socket， 对吧？开源软件多么强，你要在 Windows 上估计你就很痛苦了，你没法做很容易的这种扩展。MemoryCache Q 的话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队列的一个服务器，往里压压压，它能保证你比如持续性啊，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消息队列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两个角色是什么？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什么意思？生产数据丢到队列里，消费者从这个队列里把数据拿走。他拿走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题啊。如果有一个数据有四个消费者一起来消费，那数据是不是就变成四份了？重复啊，对吧？会冲突。那这时候你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另外问题就是数据丢失，比如说我只允许一个人消费。消费完了以后，这数据消灭掉，然后这个哥们他消费完了他死机了，这数据是不是又丢了，对吧？你要做一个消息队列的话，就你会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要按照这些问题去实际情况去解决。一般的好的消息队列的话，它会有些机制来保证。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基本上这些开软件，我们还有好几个礼品呢。好，那我们留到最后。网站基本优化就是讲了关于一些技巧性的东西。MySQL 前端 MySQL 的首先合适的版本刚才下了 5.1 5.0 5.1 就好了。然后他们俩的像存储引擎 MySM 和 InduDB 的话，他们俩差别是很明显的。 MySM 呢是表计数，什么意思？我在查一条我在玩一个表 insert 的数据的时候，如果说你 slack 的数据是在我这个 insert 的范围以内的，我是不许你 slack 的，你得在队列里等着，对吧？你得先让这个他写操作优先级高于读操作了。然后它查询是极其快，500万数据康康康可以 count， 因为它把所有的 count 这个操作，你们可以 MySelect 的 count 心 from 什么叉叉叉了，对吧？但是你要 InduDB 你要用这个 count 你就死了，300万数据你能 count 15分钟，你根本受不了，对吧？然后它在小数据量就是千万级以内的几百万数据是特别快，值得推荐。 InduDB 引擎的话就是行级锁事务支持，隔离级别，隔离级别要分为4级，
这个又很深入，所以我让你们没空就是看一下数据库原理啊这种教程，就是对到时候你实际开发的时候，你做一些知识的，你了解原理，大一些东西怎么回事，不要空着。我讲过来，要设置组件，你就是你 InnoDB 你在 insert 记录的时候一定要设置组件，你没设置组件，他会给你建一个隐藏的组件，对吧？它组件是用来做索引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基本上它们的索引就是通过 B 加数来实现，它每个 B 加数节点的时候它是要有个标识的，对吧？它就通过这个组件来做的一个标识，好查询到这个数据。好，重要配置，通用配置的话有 Max Connections， 最早我讲过了，就是一个 MySQL 的最大连接数，还有 Query Catch 查询缓存。查询缓存它实现比较简单，你传一个 SQL 语句，它把那个 SQL 语句做简单的一个变成一个 key， 就是哈希表，然后再去那个缓存里看有没有你这个 key 的数据，有返回给你，这内存特别快，没有命中 cache。 那么如果这个 cache 过期了，写的操作比如说你这个 cache 缓存的数据跟它目前要更改的数据是一样的，它会发一个指令把这个 query cache 清掉，你下次查的时候它就没有，必须从数据里查的缓存起来。 k buffer 就是我们那个索引的 buffer 大小， sort buffer 排序的大小，好像确实 k buffer 8兆吧， sort buffer 2兆，这个网上有很多教程告诉你应该怎么设，配大一点我不仔细深入探讨，看你的服务器情况。 InnoDB 的两个配置，一个 InnoDB Buffer Pool Size， 这是最重要的。刚才我讲过了， InnoDB 是不依赖于任何操作系统和其他这个东西的主要配置，就是这个，它这个用来配置它所有的缓存，它一个池推荐的是配置是当前服务器内存的一半，用 8G 给它配 4G，你四 G 给他配2G，2G 给他配1G，就是这么一个操作的话，他会把所有他的数据缓存、写数据、索引，乱七八糟全往里存，所以他非常重要。你知道这个值配的不对，能死人的，我吃过无数次亏。然后 InnoDB Flash Log at 那个 Transaction Commit 这个选项主要就是说事务提交的模式，因为我们事务提交的话，它有三种，不是零一二三个配置，零的话就是说每隔一秒刷一次。然后一的话呢，就是有事务 commit 操作就刷一次，二的话就两者之间折中，就是大概就是说看你的具体情况，比如有时候可能一秒刷一次，有时候可能就是你提交完就刷一次，然后具体按你这个情况去分析，建议设零，一秒刷一次，大家看具体业务，如果你业务要求做很高设一也可以，设一的话性能会下降，写性能。然后硬件的话，我们知道一般服务器硬盘早期都是 SCSI 的话，一般它就是说SCSI 硬盘本身它自带 CPU， 然后它转速特别快，一般是一万转，所以它数据存取的话是非常快。然后后来就是有了 SATA 硬盘以后，又生成一个 SAS 是结合 SACA 的技术，还加入 SCSI 的技术，整合以后的这么一个磁盘，性能很高，存储容量大。接口的话不一样，早期的接口是 IDE 的，很多针，新的话现在是一个插 USB 这种事。 SSD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Flash 卡， SSD 硬盘大家应该都知道，容量小。然后它的话，刚才我们讲了一般磁盘它是一个盘片转，对吧？ SSD 它不像，它跟我们内存一样，很多内存片中间的话全是一些电子元件，然后它把所有数据零一标志位放好，你改变这个状态上可是极快的，把标志位一致就行，性能极其高。 SSD 按我的测试来说，它比 SAS 的随机存取性能，技术是随机存取性能高5到8倍，性能是非常高的，就是这个硬件改善了。如果说你上面这些优化都很好了，你没办法了，然后你换 SSD 进行蹭就上去了，这样内存越来越好，没什么说 CPU 越多核越好。应用的话刚才讲过了，分库分表垂直水平讲过了，减少查询，就是能缓存的能不查数据库的就不要查，查缓存。然后有些数据的话你可以借助斯芬克斯解决，像检索类的不要去 like， 对吧？我前面讲了要注意的查询，就是很多比如说要你给 while 的字段加上索引啊， old byte 字段你要加上索引啊，然后不要 like 啊，你 like 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like， 就是前面我们看这个前面是没有摆放号的，对吧？前面是没有摆放号的，这个是前面是有摆放号的。那么这个差距在哪呢？这个它又可以用到前缀索引。刚才有个同学我单独也跟他聊了一下，那这个他索引存储的时候他是把前面255个字节作为索引，他多了他就不管了。换句话说它从这往前后找的话，我们做字符串比对，你们知道，比如我要查一个keyword 这么一个字段，那么查 keyword 比对上了，就是摆放号直接就返回了，见索引。像这种的话
前面什么都可以比如上 ABC keyword 了，123 keyword 了，对吧？这个时候没法用索引，这个可以用索引的，因为前面不是模糊匹配这个意思。然后在下面的话就是不要 flag 的新 from 叉叉叉叉，尽量你要什么字段取什么字段，你不要很多人同审视，哎呀搞不好下次我要别的字段呢，不要这样，就是说你现在要用的这个业务要用哪个字段你就用哪个字段，不要写一些没用的。虽然你可以偷懒啊，但到时候性能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像有些数据库啊，5-60个字段，什么特别一些企业管理系统，什么部门啊、名字啊、职务啊，什么那个一堆的。那这时候的话，很多不是什么描述信息很长的，那些字段比如像描述信息，我是展现列表，根本就不要这个描述信息，对吧？那么你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以后，特别账内存、账次档，对吧？你要什么字段取什么字段，还有尽量不要使用 join， 就是我们的连表查询。但你要会啊，学你肯定要学会。你可以不用，不要用 join， 也不要用 group by distinct， 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些 distinct group by 都是组操作或者是说去重操作，你自己写一个算法去实现一下，你知道特别复杂，要嵌套很多次的这种循环来处理。join 的话就更麻烦了， A 表1000万， B 表1000万出来，你知道是多少？它是一个 decard 乘积，对吧？两边是交叉的这么一个查询，一个一个比，极其可怕的这么一个数据性能下降。你设计业务的时候，你要避免这个问题。我设计表的时候，我尽量能不叫你就不叫你，我做点数冗余数据没关系，对吧？ NoDB 不要空的，前面讲过特别重要，空的你就死了。你别的打个比方说，对啊，我不是单独用一个表来存计数，如果叫多少个好友，打个比方说哈，我用别的字段来起，一般情况比如说我们取，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微博里我取多少人 follow 我，我就 while follow ID 等于我 count， 对吧？是正常的操作，那你不要这么做，你就单独用一个字段记我的个人信息，有多少人 follow 我，我 follow 多少人，记一个数，一个数字，对吧？那么有个人 follow 我，我里面加一，取消 follow 减一，对吧？那我直接去查这个字段就行。然后你们也要会学会使用那个 explaining， 那这个里面有个命令，它能告诉你它的执行计划是什么，性能怎么样，你就知道它一次要扫描多少条记录。这是 MySQL 的这个优化。前端优化的话，就是前端主要针对我们的 JS、CSS 啊什么的乱七八糟一堆的。你们应该也平常也会写，就是一些基本的那个，就是减少 HTTP 请求，就是能把多个 JS 文件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少一次 HTTP 请求 ，Apache Nginx 就少一次连接，然后把就是说把页面图标你做成一个，然后通过 CSS 来进行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IE 它还有 Firefox 它是有本地缓存的，对吧？主要你这个文件没有失效，它会缓存在本地。它第一次 load 的时候，比如 load 一个 logo， 然后里面比如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logo， 高手他可以用 CSS 来做一个大图，裁一个区域展现在这儿，对吧？那实际上来说，我只要加载一次这个图片。如果我是比如我有10个 logo， 我得加载10次 logo， 或者是一个大图片的话，我从中把10个 logo 堆在一起，截一个区域，用 CSS 来截，剪刀似的在这展现，别的看不见。这是比较高深的技术，能解决很多这个性能问题。现在中型互联网公司一定会要求要这么做的。啊，你们有空可以上网搜一下雅虎14条前端的军规规则，大概告诉你什么 DNS 缓存啊，什么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 cookie 啊什么的一堆的。就静态资源进行处理，静态资源修改过期时间，就是你可以，我们知道我们在 PHP 里可以用 heed 函数发送一个投信息，对吧？那么浏览器它是根据你返回的 HTTP 投信息来做一些处理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文件类型啊、文件大小啊、编码啊什么的。那么静态资源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修改为未来，换句话说就是永远是过期的。如果说你需要的情况下，如果你不需要，你把它修改为以前，比如说修改为1970年，我们知道1970年元月1号是 Unix 时间戳的零的开始，对吧？你把它修改1970年的话，它认为你这个已经那个就是永不过期的，然后这个数据它就可以给你一直缓存在客户端，不用二次去抓取。第三个，静态资源图片域名，比如说那个域名叫 image.qq.com， 对吧？那为什么要有个操作呢？主要就是说能节省网络流量。我们正常来说，主要浏览器它是针对一个站点，它写了一次 cookie 以后 ，cookie 信息我们叫 cookie， 它就会存在本地。主要就是这个 cookie 没失效，反正这个网站就把这一头 cookie 全带在头里面传递过去，对吧？因为它能减少比如用户登录啊，或者记录这用户访问信息啊这么一个数据。但是这样会带来一个缺点，像你那些图片资源服务器，你完全就不关心什么 cookie 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东西，对吧？你不关心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cookie 放到你的域名里也去带呢？比如像雅虎做法是这样，他们主张雅虎点 com， 他们的图片资源服务器叫 yimage 点 com， 对吧？那么他就不会把没用的 cookie 传到那个 yimage 服务器上去了。那这个主要针对高性能，中性网站一般会这么站，这么做。基本上到这的话，我们大体的这个内容都讲的差不多了。然后这里的话就有一些参考链接，参考链接还可以不看，没有太大意义，前面都讲的比较清楚了。然后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说你们有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可以发 mail 给我，发邮箱，发邮件给我。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question answer， 就大家看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邮箱给啊，你说大声点。联系方式再给你，再看一下。这是我邮箱，你说。我能问一下那个，就是这百字的图，它能两写这边用 MongoDB， 读的那边用 MySQL， 这样能做到数据的同步？可以，MySQL同步它实际上是这样。